闽南话，赞美应该怎样讲？耳乐，耳乐，示意、赞美、表扬。你一定甲我耳乐，我袂歹势。你一直称赞我，我会不好意思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